大家好，我是老外约翰，欢迎来到约翰的小厨房。前不久，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去本地的农场采摘了一些覆盆子。覆盆子的保质期很短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变成果酱。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覆盆子果酱的做法。做好的果酱是早餐面包的完美搭配，也是送亲朋好友的佳品。大家快来看看怎么做吧。首先，将洗净的覆盆子放到一个大碗中，用捣碎器将覆盆子压碎。如果大家希望做好的果酱中有些整颗粒的覆盆子，可以不用捣那么碎。接着，用两杯量取四两杯捣碎的覆盆子泥。然后，加入一个半柠檬的柠檬汁。接下来，加入四两杯的白砂糖，大家千万不要随意更改食谱，比例是果酱成功的关键。将所有的食材都搅拌均匀，直到白砂糖都融化。最后，加入一小块黄油，这样可以在煮汁过程中减少浮沫的产生。煮果酱的同时，我们来准备储存果酱用的瓶子，在一个大锅底部铺上一层厚毛巾，这样可以避免果酱瓶直接接触锅底。把所有的果酱瓶和盖子都放到锅中，加满水后，用大火煮五分钟消毒。然后取出，放在一块干净的干毛巾上备用。用大火煮开果酱，时不时搅拌，用勺子撇去浮沫。继续用大火煮至。大家可以加入少许果胶，这样可以提高果酱的成功率。其实不加也没有关系。当果酱变浓稠，举起勺子，果酱在滴落之前会汇聚到一起的时候，说明果酱就煮好了。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测试，舀少许果酱到冷藏过的盘子上，用手指从中划开。发现果酱没有很强的流动性时，就说明果酱煮好了。将煮好的果酱加入刚刚消过毒的瓶子中，记得不要装满，顶部要留一些空间。将果酱瓶边缘和顶部的果酱全部擦干净，然后盖上盖子密封。将密封好的果酱瓶重新放回到大锅中，大火煮五分钟，取出放凉后，你会听到果酱瓶盖子回缩的响声，这就说明瓶子完全密封了。如果你想要和亲朋好友分享果酱，可以稍微装饰一下，用一张彩纸、一根棉绳、一个小标签打扮一下，瞬间颜值就上去了，有没有？记得要拍照片晒到社交媒体上哦。当然，做好的果酱自己肯定要享受，打开看看，果酱的质地很浓稠，还带着浓浓的覆盆子香气，涂抹到一片烤脆的吐司上，是不是很诱人？
或者大家也可以用果酱做非常经典的 PB&J， 两片吐司，一片涂抹花生酱，一片涂抹果酱，合起来压实就是好吃的停不下来的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andwich， 大家赶快试试吧。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约翰的小厨房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或者喜欢果酱，或者喜欢覆盆子，或者喜欢我，请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关注、发弹幕、投硬币、投香蕉，扫码订阅我的微信平台，关注我的新浪微博。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